我们这边有个小姐，她是我们的客人。啊，对了，有地方住了吗？没有。我有一个挺要好的大姐，开了一个小旅馆，你看，就在离这不远的海边。你要觉得可以，就安排你住她那儿。行，那好，再好不过。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要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去面对一种危险。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虽然在处长面前我表现得那么坚强，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有这么一点害怕。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心里总是有这么点隐隐的恐惧。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在香港待不住了吗？没工作，没钱赚，不在富家酒店。我在这儿长了12岁才走。请问你找谁呀？还是回来。我听说六叔住这儿。哦，这是他的麻将馆，他人住在那边。说得上话。嗯，要不咱试试？谢谢。嗯。 六叔在吗？ 满地打滚，好像是毒瘾犯了。走，马上通知法医准备立案。是。外经贸大学的，不在北京好好干，到这儿干了。 我是童安仁，这儿不离我们家近吗？为什么要到宝龙公司？我听说宝龙公司实力大，待遇也不错。三儿刚是来过电话。
可这事情不好办呢、啊。要不，你先在我这儿干几天试试。你看我这身体，前一段照顾我的人也走了，我这儿正缺人呢。我没打算在您这儿做保姆。您看，我学了4年英语专业，我想好好在公司里干的。柳叔，要不您说句实话，能不能用我？我们家等着钱用呢。我哥哥一直生病，住在医院里，我爸爸也退休了。英语专业，姑娘，要想挣钱，得先吃苦。孙二哥怎么也是我老兄弟喽，你先住下，这一段不会亏待你的。宝龙公司是个大公司，我也要有时间找找人，托托关系，对吗？那要不六叔，我回家等您消息去。姑娘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要愿意，明天就过了。叫王磊吗？是。说说吧，今天早上的船是怎么回事？我去年我老婆生病，我到海上去给别人烧点东西，但总赚不了几个钱。我老婆从小对我说，那是违法的事情，咱们不会去干，这我知道。我问你船的事儿。什么人租用的？什么时候？船？哦，那是咱村的刘大哥，他说到海上去运点东西。刘大哥是谁？是谁？他在我们村里面都叫他刘大哥，他没名。好，我问你，刘大哥叫你运的货，就是那些钱是怎么回事？钱？什么钱？你船舱里的那些钱。船舱里有钱？我说那些钱都不是真钱，它全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跟着我，没问题。哎，红雪，你去哪儿啊？队长，我也想去。你回去把刘振刚所有的资料都查清楚，然后给军长打个电话，汇报一下我们这边情况。啊，去吧。哦。哎，你们跟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把枪收起来。好。什么行动啊？穿警服。你吃臭屁！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我不穿警服，我穿什么呀？昨儿是哪天？拿着。你早晚他们得死在你们。行了，别这儿杵着了，四处找着去。看好了，货没问题，绝对天衣无缝，您就放心。我这一路上挂了10好几张纸，没一张出问题。警长，
海狗的船没上岸。海狗这今儿晚上抓紧时间把货转走，记着啊，最近先不要回家，找个地儿躲躲。就这房子，老房子，但是周围环境还不错，你就放心住吧。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儿，老板娘是个好人，放心。怎么样，队长？发现什么呀？碰到个小姑娘，说她出海去了。出海？别又是有走私假的渣子。难说，没准是小丫头跟咱们这儿胡说八道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儿不能放松。小队长，啊，你跟嘉玲在这儿守着，碰到刘正刚马上通知我，不要惊动他。是，我说你待会儿去趟缉私队，跟张队长反映一下这儿的情况，叫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加强海面的控制。明白。其他人，我穿警服，周队。就是你跟他。哎，可以。看看啊，这个房间呢以前是文文他爸爸的书房，他去世后呢，我就把它改造成客房了。这个顺子啊，以前在这住过。你住在这呢，我就不安排别人住了。离前台哎也方便，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招呼一声，没事我们还可以聊聊天泡泡茶了。哎，待会儿我让我女儿给你送开水过来啊。行了，江先生刚到啊，让他休息休息吧，明天还得来公司呢。啊，走了，顺哥。你休息休息，送你啊。咱都进去吧。哎，你休息吧，我送他。谢谢，不用了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别客气，谢谢啊，小姐，哎。这客人一定替我照顾，有什么问题尽快给我打电话。什么人啊，这么重要？你就帮我这忙了，杨姐。哎，文文最近怎么样了？